也能够善战场，很酷吧？没错，曾经在美伊战争的时候呢，屡建奇功的伞兵单车啊，是非常吸引车迷的目光。而这款车子呢，是可以空投到地面的，肩负着运补的作战任务，因此它的安全性也好，迅速的折叠的方便性，更是它最大的卖点。悍马这型车耐撞耐摔，折叠起来之后，从10000多英尺的高空，跟着其他装备像 GPS 一起挂在降落伞，空投到地面。不用担心，它用铝合金打造的车体，美国海军陆战队跟空降师早就给它挂保证。美军把这款车叫伞兵车，现在台湾也买得到。最大特色在于其他车子为了折叠，车管必须从中间锯开，但伞兵车的车管跟折叠轴点完美结合，安全性全球是独一无二。那你快开呢？它可以第一个，他们第一个要求是保障你的安全，它不会脱落，哪怕是你没有装上。再来的话就是中间车身的部分，如果说你没有将固定杆往下压的话，它是脱离不了这个插销，它是不会脱离。对，这也都是保障骑乘者的安全。迷彩伞兵车够酷吧？一部台币29000，不过另一边。